首先予以请吴校长教育学位颁授典礼，典礼开始，请主席就位，有请国立屏东大学古元光校长就位，主席致辞。首先，你请屏东大学古元光校长致辞。我们最尊敬的星云大师，现场我们所有佛光山的法师，以及在场观礼的所有的贵宾，还有屏东大学的我们的各位师长，大家好，大家吉祥。今天新逢佛光山开山50周年，那么我回想在50年前，大师在高雄大树这个地方来开山，那时候这边还是一片荒芜。我也有幸在大师开山大概5年之后，以一个高中生的身份来看到这所正在新建中的人间佛教的殿堂，非常的感激。我们都知道大师来台湾，从宜兰开始宣教，然后50年前到高雄来开山的时候，时间过得非常的快，50周年其实就是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大师一直秉持着慈悲胸怀，在全世界设立了将近300个道场，16所佛教学院，23所美术馆，26所图书馆，甚至还有书局，还有中华学校。更重要的是，在全世界还有5所大学，包括在我们台湾的国光大学、南华大学。我想大师用人间佛教的理念来教化我们所有的众生，那么他所创设的，刚刚我所提到的，不管是我们的丛林佛教学院，或者是各个道场，甚至中小学、大学，其实都是以佛教的教育来引渡我们芸芸众生。如果说佛光山还有我们所有的国际佛光的信众子弟，再加上我们所有的僧团法师，其实我敢跟各位保证，星云大师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大学的校长，各位说对不对？国际佛光信众弟子以及我们的僧团人数加起来300万，因此有所谓的百万心学这样子的壮举，这也是在我们台湾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我们佛教弟子心学的榜样。我们都知道星云大师他一生慈悲为怀，他一生以
人间佛教来推广佛陀的教化的思想，让我们从三好四给，让我们知道佛教的精义，让我们也跟着大师在人间来履行佛陀的各项的教戒。莲光今天非常有幸来代表屏东大学颁证名誉博士学位给我们的大师，这个学位的名称就是国立屏东大学名誉教育博士。刚刚我进来的时候，有一位知客法师，他跟我讲说，大师这辈子已经有很多的名誉博士，刚刚好，我们今天要颁证的是大师的第20个名誉博士学位。可是刚刚那位知客法师他跟我讲说，大师的博士学位不增不减。我突然马上就顿悟，原来我们今天所颁证的这个学位对大师来讲并没有特别增加他的光彩，但是却让屏东大学种下了一个非常好的福报。所以我也在这边代表屏东大学所有的师生同仁，感谢大师的慈悲，愿意接受就在高屏西对岸的屏东大学所颁证的名誉教育学博士。金鹏佛光山开山50周年，也非常恭喜我们所有佛光弟子跟我们佛光的所有的僧团法师。当然在今天，其实我也要用个人一个小小的心愿来祝愿大师90大寿。我们希望大师永远法体安康，法轮常转，让人间佛教能够像佛光普照，法水长流。再次代表屏东大学所有的师生来谢谢我们大师以及佛光山所有的僧团法师，也代表也谢谢各位今天在这个地方的观礼，祝福大师永远健康，我们佛光山事业永远永远延续下去，谢谢各位。感谢古校长的支持，也谢谢各位现场的嘉宾。颁发学位证书，礼请颁授人就位，恭请西云大师就位，礼请教育学院张倩勋院长宣读推荐书。国立屏东大学授予星云大师名誉教育学博士学位推荐书。星云大师生于中华民国16年8月19日，创立佛光教团，致力宣扬佛法，建构人间佛教思想理论体系，为佛教制度化
现代化、人间化、国际化之发展绝功至伟。当时于全球创建近300所道场、16所佛教学院、23所美术馆、26所图书馆、12所书局、51所中华学校，并于美国、台湾、澳洲、菲律宾创建5所大学，积极推展文化、教育、慈善事业，与本校办学理念相契合。依学位授予法之规定，经本校名誉博士学位审查委员会通过，并颁授名誉博士教育学博士学位，谨郑重推荐。推荐人：教育学院院长张庆勋。中华民国105年5月16日。您是李元光校长宣读名誉博士学位证书。宣读名誉博士学位证书。星云大师生于中华民国16年8月19日，创立佛光僧团，推动人间佛教，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德者福夫众生，仁爱播于人间，辅应本校办学理念。今名誉博士审议委员会通过，特颁名誉教育学博士学位，指证校长古元光。中华民国105年5月16日。您请古元光校长颁授名誉博士学位证书。并不代表我们
没有读书。我想起过去我们的孔老夫子，他也没有进小学读书啊。孟子、庄子、老子、耶稣、释迦牟尼佛都没有进学校啊。我没有进小学也没有什么遗憾呐。不过现在我比那许多古代的圣人更用心了。这个这世界好多的人啊，承蒙他们对我的留爱啊，给我荣誉博士。你给我至少你的二十一个博士。屏东大学啊，你刚刚是在台湾做了个模范，商业大学和你这个教育大学合起来叫做屏东大学了，所以我一个博士就是两个学校。因为我也是顾校长的学生啊，我也是你们大学屏东大学的校友。屏东和佛光山一水之隔，这个两边可以常常来往。我个人对这个屏东大学、教育大学啊，它教育的理念呢，与我自己有契合。因为当初释迦牟尼佛，他是觉悟，这个教育。目标就是要教我，要去除愚痴，要有智慧。怎么样的教我呢？要自觉，自己去用功。别人不能帮你去吃饭，不能帮你睡觉，不能帮你教我啊！要自己去教，要自觉。孔老夫子呢，小儿时习之，别人也不能替你。这个学习也不能替你修，那是无心功夫。主要的要你自己去学而时习之啊。所以佛教的自觉、孔门的自学，这都是教学当中最高的原则。我们现在啊，从国教堂和这个平衡大家对我的这样的友爱。给我的这么一个机会，因为今后屏东大学的师生怎么样教务，在人家啊做更长程度的我们的教育奖，这是我的指望，祝贺大家平安吉祥。谢谢西云大师的开示，致赠鲜花。